當時是很失望的，因為為什麼他釋放呢？大家清晰再看，終審法院是可以為將來鋪路的嘛。無論羅冠聰、周永康抑或我黃之鋒本人，整個過程裏面連武力都沒有使用，沒有使用更加談不上是暴力。暴力他們串嘴一招在上訴庭得席了，那語無倫次啫，心底裡很明白個判詞不是那麼簡單，三個句子的釋放你可以復原刑，可以減刑釋放了，大家很明白呢，這個對將來他們的行為呢是一個很嚴謹的規範，以後他要鼓勵人家煽動公眾和市民出來暴力用武力去推翻政權，這些這樣的口號呢，我想呢就會被市民打問一個很大的問號了。有絕對的阻撓性，它是為香港未來的這些所謂社會運動去釐定出一個規矩，就是令到人們拉回那些以為暴力可以達到爭取他們效果和權益的這些這樣的錯誤想法，將它拉回轉頭，你一定是會面對監禁的刑罰，如果你有暴力的話，下次就不會有例外，亦都不會有任何的一種赦免的了，不會有寬大的了。這個呢才是終審法院塑造我們香港社會以後怎樣一個模式的一個社會呢，我們的遊行示威的界線去到哪裡呢？終審法院就這個判例警惕我們的行為不可以傷害到現場的參與者，以及去管理我們的一些保安人員和警隊，示威者的行為是必須要保持一種有守秩序，以及是不可以用肢體衝擊的一種行為。